岁公姓女子设有重写，通知公姓女子到案说明，因为看到疑犯上让吴女子看起来非常晶莹剔透，卖相佳，原本有意思要向摊贩购买，但身上未携带足够现金，所以临时起意，趁疑犯不注意时徒手窃取，还放在家中的冰箱，那也表示愿意归还。那全案仍然依窃盗罪嫌，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。